香港女星张柏芝日前开设新乐社群网站，并经常录制视频分享生活点滴。她近日买了一双白色帆布鞋，并开心地向家里三名菲佣炫耀，这是全世界最贵的鞋子。没想到她一爆出价格35块，却遭到三人嫌弃。她随即亲自穿上示范，但是当帮佣要帮她系上鞋带时，她却大喊别碰，如果你不喜欢我的鞋就别碰它。随后另一名帮佣拿起另外两双布鞋时，他还开玩笑要对方试穿，你试试看，但是别弄脏它，试完收到保险箱里，逗笑众人。